第511章，你大爷的！砰！门被打开，坐在里面的许阳抬头说：“不好意思，请你等一下，这边的病人还没好。”哦，坐那儿的病人都受不了了，他道：“我说哥们，你这个情况得马上去急诊啊！”“不是，许老师，是呕。”徐元又干呕一下，放下呕吐盆，露出了自己的脸。徐元、许阳也有些讶异：“许老师，我有话跟你。”哦。许阳嫌弃的摆摆手，站门外说去。徐元又端着呕吐盆出去。针灸也是中医非常古老的一门技艺了，历经数千年，一直发展到现在。现在很多医院里也有专门的针灸科，有专门研究针灸的医师坐诊治病的。不过也有好多针灸师是出来创业的，因为现代人的思维普遍是认为是要三分毒。有句老话叫做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但是在当代人看来，话是可以乱说的，东西是不能乱吃的。现在发展到了，就算生病，也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的地步。所以针灸也一度变成了养生人士的首选，尤其是艾灸，因为他们对针刺都还比较避讳，有些害怕，艾灸最安全了，也有效果。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小旋灸，卖的也非常好。丁师姐当年远渡重洋，就是靠着自己的针灸术闯出一片名堂来的。外国人也对针灸这种神奇的东方力量非常推崇，搞得这几年针灸培训非常火热，好多都是稍微学一学，认识穴位，学会怎么扎针，考个证，就跑到国外挣钱去了。但是，中医里面任何一门学问或者技能都是一学难精的，要想上手，几个月就可以了。真正要能治病救人，几年都不一定能拿得下来。尤其针灸，针灸是真正把中医治病的简便连验四个字发挥到极致的一门技能，而且也是见效最快、救急最速的一门技能。想真正把这个给吃透了，可是相当不容易。而刚才丁师姐显露的这一手，也展示了她扎实的基本功。杜月明也没闲着，就赶紧让人去请叶老师了。叶老师刘宣博请来的专家，之前在中医院的针灸科里面干了几十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是个资深的专家了。但是叶老呢，年纪很大了，已经80了。他这次来主要是坐诊传承中心，承担针灸的教学工作的和适当的接诊，很少一部分病人。换句话说，他们明星分院的针灸科现在是没人坐镇的。所以这也是徐元在得知丁师姐就是海外女针王丁思慧，就立马要跑来跟杜月明报告。杜月明这段时间也在头疼针灸科建设的事情，他这段时间也问了不少针灸专家，只是没有合适的，好不容易遇上个女针王，人家还好死不死的上门挑衅，杜月明再不花点心思，这送上门的鸭子就要飞了。来来来，先坐先坐，不着急。杜月明顿时热情起来了。哼，丁师姐淡淡的哼了一声，她对这个油滑的院长可没太多好感，刚才她差点就被不要脸的杜月明道德挟持比别的了。杜月明拿了杯子，突然又问丁医生是习惯喝茶还是喜欢喝咖啡。丁师姐冷淡的说：“别了，我不喝，不喝东西。”杜月明也不以为意，那行，喝点茶好了。杜月明就开始冲泡茶叶。丁师姐想了一想又问：“那我要是赢了，杜月明打算怎么帮我劝服那些老专家去国外？”杜月明说：“安排你们吃个饭。”丁师姐问：“然后呢？”杜月明道：“然后就你们自己谈呗。”就这，丁师姐傻眼了，那人家要是不乐意跟我出国怎么办？杜月明却说：“那要不我去拿根绳子把他们绑了给你带走。”丁师姐顿时一噎。杜月明说道：“丁医生，吸引人才靠的是自身的实力和未来的前景，这种事情逼是逼不成的，我能做到的顶多是让你们见个面聊一聊。如果你那边的发展前景确实比我们明星分院要好，那那些专家去你们那里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自然也无话可说。要想引来金凤凰，自己就要栽好梧桐树啊。”丁师姐点点头，觉得杜月明说的也挺有道理，你总不能让人家堂堂院长赶走自己医院的专家吧，这就不是人干的事情。丁师姐正想应承一声，可是她眉头皱了一皱，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啊。杜月明嘴角露出隐秘的笑，他端着茶杯过来：“来来来，几位喝茶。”杜月明的送茶打断了丁师姐的思考。很快，针灸老专家叶老就来到杜月明办公室了。叶老虽已年迈，但是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面色红润，声音也比较洪亮，中气挺足。杜院长啊，听说医院来了个针灸专家。哟，
叶老。杜月明赶紧起来，想去搀叶老。叶老摆了摆手，潇洒地说，不用，我还没走不动路。哪位是针灸专家啊？是你吗？叶老问月山。不是不是不是，月山急忙摆手。叶老收回了目光，看着坐在沙发的长发背影。哦，还是位女同志。丁师姐放下茶杯，站起来对叶老洒然笑着伸出了手。您好，叶老，我是。咦？叶老看着丁师姐，目光也怔了一下。丁师姐疑惑地看了看叶老，问道，您是叶逢辰老师？叶老点点头，我也觉得您有点面熟，你是？丁师姐笑着道，我是丁思慧，小丁呀，家师楚中先生。叶老立马道，哦，想起来了，老楚的徒弟小丁，你不是出国了吗？现在回国了。丁师姐说，先回来一下。叶老不等丁师姐说完，他就兴冲冲地打断道，回来好啊，回来发展多好，我们这儿正缺针灸专家呢。哎，杜院长，这次你可算是找对人了。老楚当年的外号是晋中第一针，而小丁是他最得意的徒弟，只可惜出国那么多年，老楚自己还可惜呢，没想到现在来我们明心分院了。黑杜月明忍不住插嘴道，能不能留下来可不得看叶老您吗？叶老稍有愕然，来之前已经把情况都跟他说了。叶老重新看着丁师姐，见丁师姐也对着他在笑，叶老指着丁师姐没好气地笑着道，你呀、啊、还是一样的调皮，也罢，就让我看看这些年你进步多少了，也替老楚给你指导指导，按照辈分来说你也得管我喊一声师大爷呢，替你师父考考你也不算过。见叶老如此气定神闲，自信满满，杜月明也松了一口气。等许阳安顿好门诊病人赶过来的时候，就听见办公室里传出叶老气急败坏的声音，你就不能让你大爷吗？你大爷的。第512章许阳出马。许阳在门外怔了一下，徐元这货看热闹的心不死，都干呕成这样了，还抱着盆上来了。许阳也是无语了，不过他也没管，这是老农的药物试验，反正徐元这个小子皮试也习惯了。就是姚炳这两天回家了，还没回来，不然之前都是这两个装逼爱好者是老农的试验品，老农是专治各种装逼的。许阳皱了皱眉，徐元也好奇地抬起头，然后又干呕一下。呕、哦。紧接着办公室里又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叶老师，是您说让我尽力而为的，您不是说想看看我这些年进步的怎么样吗？嘿，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嘿，叶老气炸了，别生气别生气，杜月明劝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许阳紧皱眉头，直接推开了杜月明的房门。许医生。杜月明微微一愣，见许阳进来，叶老顿时也不发作了，只是哼了一声。月山则赶紧起来，对着客气的点头致意道，许医生您好，好久不见了。丁师姐问月山，他就是你说的把老董拐走的那个人？哎，月山一挥手急了，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丁师姐道，你之前不是说？月山急忙打断，我之前说的是幸好许阳医生帮了我们，不然我们得出大事，然后老董是来问现实限制大病重病的理想去了。说完之后，月山看了一眼许阳的脸色，发现许阳脸上没有明显的异样，他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丁师姐也悄悄地翻了个白眼。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一脸懵逼的病人，杜月明招了招手，让医护人员赶紧把病人带走，别在这里看热闹了。病人出去之前还来了句谢谢，这让叶老更气了。许阳走进去，看着一脸轻松的丁师姐，他问，你就是丁思慧医生？丁师姐点点头，你就是许阳医生吧，听说你很擅长治大病重病。许阳道，一点点。丁师姐挑了挑眉，哎，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国外的诊所？我与你说，在那边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才华。话没说完，月山就赶紧拦丁师姐，别说了。丁师姐理直气壮道，干嘛不说，我赢了，我本来就可以随便挑人，是吧杜院长？杜月明还没说啥呢，叶老先忍不住了，我刚刚是大意了，没有的气，不然我一个79岁的老同志会输给你？丁师姐正想反驳两句，月山赶紧拉着他说。趁这时，许阳走到了杜月明面前，小声问，什么情况？徐元这个看热闹的则是特别识趣的站在角落，一边呕吐一边观察情况。
杜月明小声回答，情况也不复杂，就是这个丁医生想挖一部分专家去他的海外诊所去，所以来了我们这儿，我想反挖一把。啊，许阳也是头一回听见这种操作，这能成吗？杜月明道，赢了他就能成啊。啊，还能这样吗？许阳有些迷。杜月明却说，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头一批来的那些专家不就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拐请来的吗？许阳当时就没话说了，那不一样，我那……杜月明小声道，差不多，他摸索了十几年才决定走纯中医的道路，还以为自己找到真理了，想找人一起出国实践探索呢。许阳更迷了，我们这儿不就是吗？来土豆园子挖土豆回去种啊。杜月明说，他好像不知道这事儿，所以我们才有操作的空间，可惜啊，没想到连叶老的针灸技术都比不上他，真不愧是女针王。杜月明啧啧称奇，又甚是遗憾，丁师姐越强他就越遗憾。经过月山的劝说，丁师姐也不跟叶老 battle 了，他转身问杜月明，杜院长，我现在是不是可以随意去接触你们医院的医生了？杜月明真想来一句你想得美，可他也张不开嘴，只能是自己头疼，这事儿闹得降不住啊。这个杜月明有些迟疑，许阳则是从桌子上拿起矿泉水瓶，见瓶盖上插着一根毫针，他看了一眼就说，进针 1.5 寸，若是一手插进，精度就很准了，一下扎破瓶盖，这份控制度也很不错了。许阳说着又拔出了毫针看了一眼， 3.6 寸，30号毫针。丁师姐问，许医生也擅长针灸？许阳说，会一点点。丁师姐点点头，也不意外，中医嘛，好些也兼修针灸的，只是水平嘛，有高有低。他想了一想问，许医生要不比比，输了你跟我走。许阳哑然失笑，丁师姐居然还拿这一招来对付他了。许阳则反问，那我要是赢了呢？丁师姐想也不想，赢了我就留下给你打工。月山在一旁听得眼睛一亮，然后紧张兮兮地看着许阳。许阳顿了顿又问，治病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很难分出上下高低的，大多数时候所谓的高低上下都介乎在模棱两可之中。丁师姐非常自信，只要是比针灸，你要是跟我模棱两可，甚至难分高下，那我也算你赢。许阳又问，那病人呢？互挑吗？丁师姐微笑道，当然可以。叶老忍不住提醒道，许医生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前面就是一时没注意。杜月明也皱眉提醒道，许医生没关系的。许阳还宽慰了叶老一句，然后对丁师姐说道，那就一言为定了。丁师姐洒脱道，当然，下楼选人。许阳看了一眼手上的毫针说，好啊。说完许阳扫了一眼杜月明的桌面，在他桌子上拿起了食堂的饭卡，许阳单手执针戳在了饭卡正面。丁师姐目光微微一定，杜月明也紧盯着。许阳右手一压一抖再一松，然后松手，毫针尾部颤颤巍巍地颤抖着，而针头已经戳穿了饭卡。许阳淡然道，走吧。门口的徐元又看呆了，又忘记吐了。第513章歪招。这下子丁师姐的目光变得谨慎起来了，因为她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似乎有点不太好对付啊。不过这也仅仅只是让丁师姐稍稍有些谨慎而已，因为第一，她对自己的针灸技术非常自信，连老专家叶老都不是她的对手。另外她前面也听月山说过许阳的情况，相信月山给她的信息是不会有问题的。想到了这里，她又扭头看月山，月山冲她微微点头，丁师姐顿时更加安心了，她挥了挥手洒脱道，走。许阳笑了笑跟着丁师姐出去了。办公室里的杜月明看着他那张饭卡不停咂舌，然后他抽出颤颤巍巍的毫针掰了一下，非常柔韧。他撕了一口气想了一想，然后也往饭卡上一戳，然后针头歪了。出去之后他们各自给对方找病人，针灸是中医治病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可不是现在那些针灸师做的保健那种，这是治病而且见效是最快的，有些高手靠着针刺和艾灸就能起到起死回生的疗效，所以这门技艺是绝对不容小视的。而既然是要治病的，最后肯定也是要落实在治病上面去。虽然说医术这种东西很难在一场比试中分出高下，尤其是临床，它不是学校考试，每一个人一张纸卷，同一个标准答案很容易就能分出高下来了。
但是在现实临床中，这是极难做到的。每个医生面对的病人，面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哪怕是让他们面对同一个病人，大家开出来的方子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单一的病例是不会说明问题的。大锅手也会栽在普通感冒上面。小学徒也有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时候。那么说，是否中医就没有办法分出水平高低了呢？也不是的，只是很难通过单一的病例来分出高低。但通过一定时间、一定数量的病例，综合考量，很容易就能判断了。所以一个好的中医，它的复诊率是很高的。千万不要以为一剂下去，药到病除了，治病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了。哪怕病邪退了，也还需要开善后的方子。所以基本上都是需要有二诊的，甚至更多次。现在老百姓对中医非常苛刻，只要是首诊没有见效，人家根本就不会再来找你做二诊了。有些医生是这样的，你找他治病，他先让你约好二诊的时间，把二诊的诊费都给付了，他才会帮你诊断和开方子的。这样对医生来说有个好处，那就是他能知道前方的一个反馈。要不然病人不过来，他还以为自己首诊之后就要到病除了呢。哪怕是心中有所怀疑，病人不上门，他也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话他就会始终没有办法去提高自己的水平了。那么这样做的弊端是什么？就是很容易挨病人骂。虽然说一次很难真正分出医生水平的上下高低来，但是对于女真王丁思慧来说，对付一个不是专研针灸的小年轻许阳同志，他还不能做到完胜的话，那他也就算是输了。而他们选择就是互相挑选病人，给对方挑一个。病人情况有轻有重，病情有难有易，给对手挑的肯定是最难的，到时候也会综合考虑的。不过丁思慧是自信满满的。杜月明也叫了个实习医生去跟着丁思慧，给他提供病人的情况，配合他做病人的工作。许阳也去找病人了，徐元还抱着个呕吐盆跟在后面。徐元问徐老师，你打算找呕水？呕着呕着还有点习惯了，可以说话的影响都不是很大了。许阳瞥他一眼也有些无语，这小子也真是够够的，简直是看热闹的祖宗，都这样了还跟着不放呢。许阳也不想理他。徐元还帮着许阳出主意，徐老师你好呕。许阳一脸嫌弃，你要是会说话就好好说，说不了话就别硬说，什么我好呕，说的好像你在骂我一样。徐元还急忙解释，不是不是，徐老师我不是骂你，我真是觉得你好呕。许阳脸黑了，脚步也放快了。徐元追出来之后，许阳也一直在思索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病人给丁思慧诊治。许阳扪心自问，自己的针灸水平究竟如何？当初他得到奖励，在系统那一头跟着程老学习针灸，再出来之后就有了接近省级专家的水准了。而那个时候他连第一次跟师都没有完成呢。在其后的两次跟师时间里，他虽然没有重新学习针灸，但是那两次时间加起来好几十年呢，记忆也是随着行医之中慢慢提升的。许阳也判断过自己的针灸水平，他的针灸水平绝对是已经达到了省级专家了，而且是摸到顶了。但至于有没有国手的地步，许阳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至于叶老，叶老也是近乎国手的水平，可他却败在了丁师姐的手下，难不成丁师姐已经是国手了？许阳心里暗自吃惊，对上国手他的把握可不大，可对方越是这种大高手，许阳越想把他给留下来。许阳停下脚步，皱眉思索了下来。徐元见许阳停下来了，他也赶紧往盆里吐了几口血水，追了上来。徐老师，徐老师，我刚没跟你说完呢。许阳回过头，你不吐了？徐元又吐了一口血水出来，撕了撕嘴说，我刚刚扎破了我的金金玉叶穴，呕吐好一些了，就是没办法仔细录了，等下齐老师又要找我麻烦了。许阳没好气地摇摇头。徐元又吐了一口气含着血水的吐沫，我刚刚是想跟你说，那位丁医生水平极高，您要是想赢他就得出点歪招，可不能像叶老那样莽着就上。歪招？许阳有些疑惑。徐元抱着呕吐盆就想上前跟许阳耳语，许阳一把推开了他，嫌弃地说，你离我远一点。徐元无奈了，只能看看四周，见没什么人关注他们这边，他才出声说他的损招。而许阳的眸子也渐渐亮了起来。第514章，孩子哭了。过了半晌，等丁师姐带着病人到办公室的时候，
他发现许阳已经到了。哟，许医生挺快啊，看来是早有准备。许阳微微笑了笑，看了看丁师姐身后的病人和病人家属。病人是一个小姑娘，是她爸爸抱上来的。丁师姐介绍道，哦，这是我在门诊大厅里找到的。这家人正在挂号呢，想找个专家，可专家的号都排到下个礼拜了。我看小姑娘怪可怜的，就跟他们说了这件事情，还跟他们说是你来治。嘿，你的名字还真好用。他们二话不说就跟我上来了。小姑娘的父母也紧张地看着许阳。小姑娘的母亲问道，您就是许阳医生吧？没错，是我。许阳对着他们点点头。我们这是医术交流，你们不用怕。孩子的病情我会负责的，许元先去给他们挂一个急诊号，转到我这边来。许元答应着，拿出手机去联系了。小姑娘的父母顿时也放心多了，急忙感谢道，谢谢许医生，谢谢谢谢。丁师姐看许阳身后的那个病人，先望了望对方的气色，然后她问，许医生怎么开始？许阳简单答道，一个一个来呗。丁师姐说，行，那你先给人小姑娘治吧。好啊。许阳也没什么意见，就是叶老撇了撇嘴，他刚才也是先知的，本来还想秀一把的，结果被秀一脸。现在轮到许阳了，叶老摇摇头，没抱太大希望。老董已经下去坐诊了，他还有好些病人在排队呢。月山还在上面，也在紧张兮兮地看着。来，小姑娘来叔叔这里。许阳坐好了，招了招手。小姑娘有些怯生生地看了看她爸妈。孩子妈妈赶紧带着小姑娘上来了。小姑娘约莫五六岁的样子，皱着眉头，一脸难受，脸色也很苍白。许阳问孩子爸妈，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孩子爸爸马上把病历递过来，他说，肠麻痹，之前孩子得了阑尾炎，去做了个手术，伤口是愈合的挺好的，但是术后就一直腹胀，都六天了，一直没有排便和排气，昨天都给灌肠了，但也只排出来很少的粪便，肚子还是很胀，也没有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又给做了胃肠减压，吸出来黄绿色的液体300毫升，还有一些是清晰的液体，但是还是一样难受，肚子很胀，我们没办法了，只能赶紧送来这边找找专家想办法了。孩子爸妈也是一脸苦涩，相互看了一眼，都是无尽的心累，还好总算是及时得到许阳的接诊了。许阳翻看了一下病历，说，县义医院做的手术。对啊，就是县义医院做的，孩子爸爸回答。许阳皱了皱眉，又问了声，谁给做的手术啊？孩子妈妈道，一个年轻的医生叫马俊。许阳微微一怔，刚打完电话回来的徐元正好听见了，他傻眼道，啊，马俊，他还活着呢。孩子父母当时就愣住了，这叫什么话？徐元摸了摸头，嘿，合着他师父进大牢了，他还在外面潇洒呢。孩子父母当时脸色就不对了，什么？什么意思？什么进大牢了？徐元看了看他们，抿着坏笑道，得了，你们自个儿打听去吧，只能说，哎。徐元越不说，这对父母心里没底了。孩子妈妈当时就生气了，用力地打了一下孩子爸爸的手臂，都怪你，我都说送到明星分院来，你看看，你看看，丫丫受了多少罪啊，我跟你没完。孩子爸爸也自责道，怪我，怪我，可是丫丫不是急症吗？阑尾炎都是要开刀的呀，而且这边的专家太难约了，我们能等并等不了啊。孩子妈妈还不依不饶道，他们这儿不是也有急诊的吗？你非送到县医院去干嘛？孩子爸爸说话都没有底气了，那不是中医急诊吗？不做手术的。丁师姐听得愣了一下，明心分院还做中医急诊？许阳看了看病历，又看了透视，孩子上腹部有叶平面数个，肠鸣音极弱，他道，好了，别吵了，给我安静的诊断环境行不行？孩子爸妈这才消停。许阳放下病历，给小姑娘诊断起来。针灸也是治病的手段，既然是治病，那就需要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跟开方子治病的流程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治疗方案，一个是开药方子，一个是用针灸。许阳诊断，孩子脸色苍白，主气血虚弱，舌苔薄白，舌质淡，主虚。再给孩子诊脉之后，脉象为细数无力，细则气衰，数则血败，无力亦是主虚。手术之后是会出现气血虚弱的情况的，尤其是这种手术不怎么成功的病人，恢复起来自然更慢了。许阳微微颔首，这种情况最好是真要病用，
见效更快，而且孩子的病情并不复杂。看来丁师姐真的是去随便挑了一个，不过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也不是说非要让他去治疗疑难杂症才行。其实最简单的病也能瞧出水平来的，开的方子的配伍和剂量就能反映出许多问题了。用针灸也是一样，病情不复杂，但是你行针的手法和取穴配穴的讲究是不一样的，最后的效果自然也是不一样的。许阳点点头，这在外面中医里面说啊，是孩子的经络受伤了，身体的气化没有恢复正常，所以大肠的传导出现了问题。这样，我先给孩子施个针灸，然后再给他开个方子，你们拿着方子去拿药就好了。孩子爸妈自然满口答应了，好好好。许阳去取针，针刚拿出来，孩子就哭了，吓得。宝贝不哭啊，不疼的。许阳还安慰人家呢。真的吗？小姑娘梨花带雨的看着许阳，不确信地问。许阳笑了笑，说，真的，叔叔不骗你，来勇敢点，来，躺好了，把肚子上的衣服掀起来。孩子爸妈赶紧配合。真的不疼吗？躺在沙发上的小姑娘呢，还不确信地问。真的，不骗你。许阳给孩子中脘穴消毒，然后进针。哇，孩子哭了。第515章，我不客气了。见孩子哭了，他爸妈当时就有些急。怎么了，丫丫，是不是疼啊？孩子就知道哭，也不回话。他爸妈更紧张了，眼巴巴地看着许阳。许阳淡定地说，没事，我用的最细的毫针，疼痛感很轻的。他纯粹是吓的，打个疫苗都能吓哭呢，就别说用针刺了。哦，孩子爸妈这才放心一些。许阳看一眼孩子说，你最好流两滴眼泪下来啊，不然都不算哭了。旁边人都逗笑了。哇，小姑娘哭得更狠了，眼泪真的下来了。许阳，旁边人也纷纷无语。许阳顿时闭嘴了，专心施展自己的手法。患者主要是气血虚弱，经络受伤，就像是一根水管一样，原本是通常的，在末端也能正常流出来，但是现在水压变小了，原本满管子的水现在就剩下一半了，而且水管子还伤到了，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疏通不畅，这二者一相加，水自然流不到末端，也就自然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小姑娘的肠道就出现问题了。明白病因，治疗方案也就简单了，既然管子里的水少了，那就给她补一补，充足了自然也就能过去了，既然水管伤到了，不通畅了，那就给她疏通疏通就完事儿了。所以许阳制定的治疗方案就是输精通腑，补气助运。许阳先取中脘穴，后取气海和足三里，开始用热补法。足三里是胃之合穴，是治疗脾胃疾患的药穴，中脘则是胃之募穴，配足三里为募合配穴，可补胃气、益脾气。气海穴是先天元气之海，灸之可以固本培元，补益先天以助后天，此三穴也可艾灸。足三里、气海和中脘穴是罗天益创的灸补脾胃方，艾灸爱好者也可以在家里自行操作，这三穴配合艾灸善治一切脾胃虚寒症。看着许阳的捻转提插的手法，丁师姐也不禁暗自点头，医生水平有没有，看看就知道了，这行没那么玄乎。许阳行针之后直接拔出了针，然后用手门穴。丁师姐看得眉头一挑，自从民国时期搞什么西方的神经学说来指导中医的针灸，弄得混淆了得气的概念，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针了。因为古代的标准就是的气就可以出针了，现在没有了出针的标准，所以行业的统一标准就是留针30分钟，而许阳却是针完直接出来了，然后门穴。丁师姐嘴里轻轻说道，少山火，有点意思了。而那个小姑娘也不哭了，眼睛咕噜咕噜的转，有点新奇的感觉。随着许阳的针灸施为，小姑娘原本苍白的面色现在有些潮红起来了，她呼了呼气说，妈妈，热啊。孩子妈妈有些慌，问许阳，许医生，他热应该没事吧？许阳说，这是好事。孩子父母稍稍放心一些了。这三个穴位针刺结束，许阳再针刺天枢穴，丁师姐也微微颔首，叶老也暗自点头。原本许阳上场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挺没有底气的，他虽然知道许阳用药很厉害，但并不代表他的针灸也很厉害，尤其是面对这么鼎鼎大名的女针王，许阳更是半点胜算都没有。但是现在眼见许阳一步步施为，展现种种技法，
叶老也看得眼前一亮，要不是人太多，他都要忍不住赞叹一声此子累我了。许阳选的天枢学，枢的意思就是枢纽，这个学位在肚脐旁边，其上应于天，其下应于地，此为上下腹的分界，内通中焦，可以斡旋上下，直思升降。前三学是补气的，而这个学位是疏通的。既然水管伤到了，许阳就要给它掰直了，修复好了，水流自然就能通过了，肠道的问题也就没有了。仪宗金鉴上说，天枢主久脾胃伤，脾泄痢疾肾相当，兼久骨胀征甲病，爱火多加病必康。中医治病的目的在于使人的身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状态，平人者不病也，针灸的目的也是一样的。这个穴位既可以治疗便秘，也可以治疗泄泻不止，这两种病情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取穴却都可以取这个，只是具体操作的手法不一样，这就是中医的奥秘。中医最大的理念就在于平衡。随着许阳的施针，梳理中焦，升清降浊，小姑娘的气色也越来越好，孩子父母也紧张地看着小姑娘，大气都不敢喘。丁师姐脸上已经浮现了一抹笑容，随后叶老也露出了笑脸。突然间只听见扑的一声，小姑娘放了一个屁，哎呀，放屁了。孩子爸爸开心的差点跳起来，跟中奖了似的。孩子妈妈也狂喜。虽然他们不懂医学常识，但是在手术后护士明显交代，什么时候放屁了，那就离着出院不远了。可这都手术后快一个礼拜了，屎也不拉，屁也不放，他们都急疯了。现在可算见到放屁了，他们可别太兴奋了。哎呀，杜月明也忍不住一拍手赞叹道，这孩子来前还是肠鸣音极弱，现在好转很多了呀。孩子爸妈赶紧点头。孩子妈妈问，怎么样丫丫，好一点了吗？小姑娘回答，好，好一点了，就是肚子还是很胀。妈妈，我放的屁是不是很臭？孩子妈妈忙宽慰，不臭不臭，妈妈就希望你多放屁呢，放屁让你爸爸闻一闻，放得越多越好。小姑娘天真地问道，爸爸你是喜欢闻屁吗？啊，孩子爸爸愣了一下，在被孩子妈妈瞪了一眼之后，他才忙点头，对对对，爸爸最喜欢闻屁了。真的吗？小姑娘两只眼睛亮晶晶，那爸爸你做好准备哦。啊，孩子爸爸一愣，然后反正徐元是跑出去推开办公室的门了，杜月明也故作轻松的窗边看风景了。孩子爸妈都尴尬了，一直蹲在孩子面前的许阳倒是没有任何异样。施针结束，他对孩子爸妈说，先带孩子去旁边休息一下。孩子爸妈赶紧带孩子走开。许阳站起来对丁师姐道，丁医生到你了。第516章串通好的吧。好啊。丁师姐也无所畏惧，她抬了抬下巴问，你后面的那位女士就是病人吧？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许阳却说，不是，他是病人家属，病人在住院部，刚收治入院。哦，那走吧。丁师姐倒是自信满满，一群人又往外走了。杜月明则是安排这家人去旁边的大办公室等，小姑娘还需要缓一缓，然后等许阳上来再给她开个方子。安排好之后，杜月明就追上去了。到了住院部，去了病房，只见一个男的跪在床上，蜷缩着身子。丁师姐看了看问，肚子疼成这样啊？啊，那男的回过头来问，专家来了没啊？女的则是马上说，这位就是许阳医生。男的跟看见救星似的，急忙呼喊道，许医生，救命啊，救命啊。许阳没好气地说，都能嚎得这么大声了，救什么命啊，死不了的。男的欲哭无泪道，主要是我现在就想死啊。许阳摇摇头对丁师姐说道，那丁医生，这位就是病人了。啊，不是你啊。男的傻眼了。徐元插嘴道，我们这是医学交流，这位是国际上非常出名的针灸师，两个专家给你治，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可是她是个女的。丁师姐听到这话当时就不高兴了，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当医生了，就不能治病了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呦喂。病人赶紧解释，然后又捂着肚子开始叫疼了。哼。丁师姐轻轻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疼好了，说哪里疼。那女的赶紧过去帮她翻过来，病人哼哼唧唧老半天才指着自己的小腹说，这里疼，这里。丁师姐先有些讶异问，
几天了？女的帮他回道，一天半了。丁师姐问，之前怎么回事？疼之前有没有吃什么或者做什么？女的有些迟疑。男的则说，突然就这样了，醒来就疼了。丁师姐又问，有没有就医过？女的说道，在镇上的卫生室稍微看了一下，说可能是急性阑尾炎，给开了一点消炎药，就让赶紧来城里做手术了，我们不想去做手术，所以就来这里了。急性阑尾炎。丁师姐又在病人的脉室点上压了一下，问，疼吗？病人说，疼，有些疼的。丁师姐继续观察病人，当值的护士也过来了，她说，病人已经发烧了 38.5 度。丁师姐又观察了一下病人的情况，如此高热，病人却还在打着寒战。丁师姐又给病人做了脉诊和舌诊。丁师姐有些疑惑，徐元泽是趁机挤兑道，哎，我说丁老师，您得赶紧啊，您没瞧见病人都已经难受的不行了吗？哎呦喂，病人又开始叫唤起来了。丁师姐抿了抿嘴，她问，病人收治之前你们做过相关检查了吗？徐元问，什么检查？ CT 吗？机器倒是有，我们医院还是比较纯正的中医院，用的不多。哎，听说丁老师在国外也是走的纯中医的道路啊。丁师姐想上去给徐元一脚，徐元还在不知死活地问，您之前不是说你们那边是全民医保吗？政府不是限制很严吗？不是不让你们用西医的检查吗？嘿，您要是在国外遇到这种病人，不也得送西医院啊？丁师姐这次想上去给徐元两脚了。其实他们的中医诊所是不能接受住院的，也不能接诊急诊病人，更别说这么严重的了。他们一般是接诊慢性病的，偶尔也有些重病的，但不是急症，只是来配个方子。丁师姐接触的急诊并不多。月山小心地看了一眼徐元，又小心地看了看丁师姐，他师姐可够彪的，这小子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哼，不用你废话。丁师姐对着徐元冷冷地来了这么一句。徐元也不怕。丁师姐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针灸盒，转身看病人，病人又采用了狗爬式了。丁师姐愣了一下，说，躺好了，给你施针呢。那男的只能又悲催地躺下来。丁师姐拿针上前道，治疗阑尾炎，针刺阑尾穴和与之对称的间侧，还有足三里，行泻法予以强刺激，因为有发热，所以加曲池、合谷、内庭，此三穴可治热病。丁师姐上前大力出奇迹，女针王的技术自然不必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丁师姐上去就用了强泻法，病人直呼受不了。许阳眼睛微微眯起来，女针王用的是透天凉，而且从针法上来说非常娴熟，看来也是钻研了很多很多年的那种。中医有个不好的习惯，叫做敝帚自珍，以前想学到点真本事是不容易的，像这样的针法很多都是家传的，连徒弟都不教的。像现代来说稍微好一些了，好些针灸师自己也出书，详细的介绍怎么施针，还有公开班教学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要练好了也是不容易，而且有些人是以为自己会，其实他是不会的。就像中医界有个名医是谁就不说了，也喜欢用这两套针法，每次给病人施加刺激就问热了没，凉了没，病人说没有，他就继续用强刺激，病人实在是受不了了，酸胀麻太难受了，人家在问热了吗？病人只能说，啊，热了热了，有热感了，嘿，成功了。但丁师姐显然不是如此的，许阳也仔细地盯着丁师姐的手法，以他现在的能力都能从丁师姐的针法的细微处观察到值得学习的动作。许阳在欣赏丁师姐的针法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赏心悦目的。半晌之后，丁师姐结束了针灸，丁师姐收针问病人，好点没？前面还哼哼唧唧的病人愣了一愣，好像是没那么疼了。嗯，丁师姐轻轻应一声，休息一下，效果会慢慢出来的。许医生，该我们谈谈了吧？丁师姐对着许阳微笑。月山叹了一口气，苦笑着摇摇头。杜月明也愣了愣，许阳输了。叶老闭上了眼睛，这一刻他觉得许阳此子并不累他了。许阳看向了病人，皱了皱眉，还不等他说话，就见徐元跑到病人床边上大声问，喂，你真的不疼了？哎呦，疼。病人又大叫起来了，旁边人全怔了一下。徐元喜道，你看没好。丁师姐都想打人了，急眼道，喂，你小子故意串通好的吧？
徐元摊了摊手。第517章还是个伦理剧。你给我过来。丁师姐上去就想揍徐元，徐元赶紧往后撤，岳山又赶紧拦，现场顿时乱作了一团。病人家属，那女的却是急了，你们不要打了，先看看人吧，怎么突然疼得这么厉害啊。许阳也一直在皱眉看着，之前徐元跑过来的跟他说个歪招的时候，说的就是新收治入院的这个病人，他说这个病人的病情非常隐晦奇怪，那边急诊接诊的医生是先按照急性阑尾炎收治入院的，但是徐元在检查完之后觉得有些奇怪，心里不是很有把握，他是准备去找别的专家过来看的，只不过刚巧碰上了这档子事情，所以徐元就先把这个病人推给了丁师姐。其实他考验的并不是丁师姐的针灸能力，而是他的辩证能力，他赌的就是丁师姐甚少接触这样的急症病人，所以经验不足，容易辩证错误，没想到这个歪招还真的成了。徐元一边怪叫着一边赶紧闪躲，大声嚷嚷道，你是想杀人灭口吗？这朗朗晴天，日月昭昭，你一个人是掩盖不住真相的，我弄死你。丁师姐拼命追打，师姐算了算了，岳山也赶紧追，干什么？你以为迫害我这么一个正直的医生，你误诊的罪行就不会被人知道吗？要知道死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我弄死你。师姐算了算了，别杀人，哼，生亦何欢，死亦何惧，为了真相而死，我死得其所，只是这个世上又要少了一个傲骨英风的翩翩美少年了，我弄死你。师姐算了，还是弄死吧。这个病人许阳也没看过，现在许阳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清晨起床突然起病，许阳走到了窗边，看了看天色，回顾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特点，许阳眉头又凝了几分，再看病人又蜷缩在床上，这个体位，许阳的脑袋急速转动着，连那三人的追打画面都好似变慢了，竟成了慢动作，还有呵呵笑着的杜月明，一脸轻松大仇得报的叶老，他们脸上浮现的笑容也变得极其缓慢，病人自己的呻吟声在传递过来的时候，似乎也被刻意拉慢了，一丝丝慢吞吞地传递到许阳的耳朵里，至于病人家属的呼唤声更是传递不过来了。突然间，就在徐元被抓住暴揍的时候，许阳眸子猛地一睁，他出声问道，你的阴经是否内抽？阴通阴啊。病人傻了，场内顿时安静了，连殴打徐元的丁师姐都停下了动作，徐元还愣了一下，他擦了擦鼻子，还好我护住了脸，英俊的面貌才得以保存。哼，这一拳是岳山出的。出完之后，岳山一脸愧疚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控制住。徐元一脸震惊地看着岳山，他不敢置信道，你连你也嫉妒我？哼，岳山又一次说了对不起，而丁师姐却是把徐元丢掉了，他过来问他。许阳目光灼灼地看着病人追问道，回答我到底是不是？病人涨红了脸，没有啊。这下子连丁师姐都看出不对来了，那女的却是受不了，她道，都这样了你还瞒着什么呀？没错，她就是您说的这样。病人尴尬地扭过头，把脑袋埋在了枕头里面，老尴尬了。许阳微微颔首，心中的猜测得到了一部分证实，那她得病之前到底干了什么突然起病？必然有因，你不把病因说出来，我很难帮你们。这次连女的都尴尬了，病人自己更是把头埋在枕头里面还不算，还把被子给揪了上来，把整个脑袋都给盖住了，人都不见了。女的很犹豫，脸上明显浮现尴尬之色。杜月明也出声劝道，治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会急急医，你不跟医生说实话，医生是很容易误诊的，到时候病也是治不好的，受苦的还是你们，你也不想看他就这样疼下去吧。女的在听了这话之后，脸上的挣扎之色更加强烈了。杜月明又道，我看他应该不是急性阑尾炎，这要是被送到医院去，保不齐还得平白无故挨上一刀呢，你们不说实话就很可能继续误诊，这样下去他身体只会越来越差。女的没办法，叹出了一口气说，好吧好吧。我说，就前天晚上我们过点夫妻生活，弄得挺晚的。聊到这个，徐元和岳山都不争执了，两人全看了过来，你要聊这个我们可就不打了。
这边几个专业的医生都是专门练过的，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女的悄悄地打量他们一眼，见他们并没有什么反应，她才悄悄松一口气，说：就可能比较激烈吧。她就出了一身汗，就浑身大汗，就说很热嘛。然后就把窗户啊，还有门啊，都打开了。我们那边很通透的，前后都打开，风还挺大。然后她就光着膀子睡到了天亮，然后醒来之后就说肚子疼了。许阳点点头，全明白了。丁师姐在听了女的的描述之后，她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叶老也点点头。徐元琢磨了一会儿，小声嘀咕了一句：怎么说的也不清楚啊。月山离他最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女的还是挺尴尬，然后看一眼闷在床上的病人，这家伙动都不会动了。杜月明对治病懂得不是很多，他先安慰人：没事的，夫妻生活这种时期非常正常的，完全不用不好意思，不用尴尬的。许阳也是微微颔首。杜月明话音刚落，就见病房外面跑进来一个中年女人：刘大根呢？死哪儿了？好啊，又是你这个狐狸精了，勾引我老公，还把他弄到医院来了，我打死你。中年女人上来就跟那女的厮打了起来。徐元看得一呆，跟这俩人比起来，他刚才挨的那两下可真是小打小闹。其他人也是一愣，我擦，还是个伦理剧。第518章，你就不想吗？几人出来，伦理剧还在上演。那哥们反正已经被子蒙头，谁也不理，谁也不爱了。那俩女人撕逼，许阳他们就没关注了，只是让护士和保安过来处理。出门之后，丁师姐眉头皱得很紧，她知道她自己是误诊了。一想到这个，她的脸上多了几分苦闷。误诊这种事情在医院里还是经常发生的，但不管发生在哪个医生头上，都会很苦恼。徐元则全程憋着坏笑，他的计策终于成功了，丁师姐果然掉到坑里面了。丁师姐的针灸技术自然是没得挑的，但她的弱势就在于对这种急症的处理经验不足，被徐元一挤兑就直接上了，所以翻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见徐元还有些幸灾乐祸，丁师姐真想冲上去跟他拼了。许阳对徐元说：等下我给你一个方子，他开到这个病人住院处方去。是。徐元扯着嗓子大叫一声，旁边人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吓了一跳。吓我一跳，连杜月明都露出了明显不悦的神色。徐元却还是不怕死的笑了笑，说：嘿嘿，一时兴奋不小心没控制，不好意思了。杜院长你好呀，针灸科的丁医生，我顶你个头。丁师姐又要扑上去跟徐元拼了，徐元就是他的一生之敌。徐元赶紧躲。许阳劝他们：好了，不闹了，医院里面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徐元赶紧听话，不闹了。丁师姐愣了一愣，下意识问：你这就已经把我当成是你们医院的人批评了？徐元立马道：愿赌服输啊，可不能不认账。嘿嘿嘿，这个笑是月山发出来的，笑你个头啊。丁师姐又骂月山。月山立刻低头闭嘴，但是脸上的笑意是怎么都盖不住的。哈哈哈，这个笑是叶老发出来的。丁师姐看向了叶老，脸颊抽搐了几下，愣是没敢发飙，只是脸更臭了。叶老揶揄道：我就说我只是一时不察吗？年轻人应该要虚心好好学习，像许阳就很不错，有我年轻时候几分模样，不错不错，可不要像某些人一样骄傲自满哦。丁师姐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也没再吵。见状，叶老更开心了。杜月明露出了轻松之色，甭管比什么，许阳一直这么稳，太稳了，稳得好像没有短板一样的。四周的人都挺开心的，就只有丁师姐的脸色很难看，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并不相同。许阳见状宽慰道：丁医生，从针灸技术的角度，你确实比我要更加娴熟一些，这一点是我不如你。丁师姐悻悻然道：你有能耐别给我加个但是。许阳抿了抿嘴，不说话了。丁师姐等了一会儿，也没等到但是两个字，她反倒是有些不适应了，就道：你还是加个但是吧，不然我还真难受。许阳笑了。徐元见状立刻补上道：但是你辩证错了，治疗自然也失败了，针灸是用于治疗的，辩证错误，越好的技术反而对患者越不利。滚。丁师姐怒骂一声。徐元愣了一下，当时就觉得委屈了。哎，不是你说难受，说给补上但是的吗？丁师姐没好气道：我用你说。
徐元无语了，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这海外女华侨的心是太平洋底下的绣花针。许阳笑了笑说，不用太在意，这是病人自己隐瞒了病情，给辩证造成了难度，一时失察也是情理之中。首次针灸无效之后，我相信丁医生一定会发现病人隐藏的真相，也会及时纠正的。丁师姐板着脸说，你不用安慰我，误诊了就是误诊了，我输得起担得起责任，愿赌服输，你就留下吧。徐元又把头伸了过来，许阳给他一把推，又踹了一脚，才让萧婷下来。低着脑袋故作深沉的月山已经憋笑憋得浑身抽搐了。杜月明则问，哎，对了，许医生，刚刚那个病人什么情况啊？许阳说，病人是防劳而大汗出，晚上又开窗被对流的冷风所吹，逢事夺惊，但是休养之后会很快恢复的，可他偏偏在那个时候打开窗户，受夜间冷风吹袭，又是在他大汗出皮肤腠理大开的时候，外邪就是趁着这个夺惊之暂虚的时候侵袭人体，由太阳之表内陷，也有可能是从足少阴之窍，也就是前阴而深入，所以他一来就是高热而寒战的表寒症，然后又见少腹疾痛，因经内抽的少阴里寒症，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和足少阴肾经互为表里，其气相通，伤寒凉感，也就是太阳和少阴表里同病了。杜月明面无表情的点点头，不错。丁师姐也一脸悻悻然。叶老老怀大威的摸了摸自己的胡子，忍不住再赞许杨医生，此子累我。许阳又对徐元说道，记住这个病的诊断要点有三个，第一个是非常类似寒凝肝脉的少腹疾痛，但是这个病能见恶寒发热的表症，可以跟寒滞肝脉进行鉴别。第二，这个病有特殊的阴经内抽症状。第三，具备了房事汗出而受风的特殊起因。综合鉴别，当以为记。说到正经知识了，徐元也慎重地点了点头。丁师姐一直默然不语，等许阳都说完了，她才脸色不好看地说，现在病人是不是有辩证了？许阳也没顾忌，就说，没错，因为病人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所以导致了接连几次误诊，先前就用了大剂量的消炎药物，这都是寒凉之物，而后又有丁医生针灸的透天凉的大泻法，反而使得表寒全然内陷，少阴之寒传至厥阴了，但是问题不大。丁师姐抿着嘴，许阳说，这样吧，徐元你先记一下方子，先给病人开下去。好。徐元答应一声，拿出了随身带着的本子。许阳想了一想说，既然少阴之寒传到了厥阴，所以要先用附子温少阴，然后以吴茱萸和乌药暖肝肾，此时是不可用麻黄解太阳之表寒，患者的舌根苔白腻，中心部微黄，患者素来身体运有湿气，尤其经过苦寒湿滞，恐生下痢之变，所以加薏米和泡姜治胃病，再用川链在止痛之中予以清肝，因其舌中心微黄，似有寒疾化热之变，属治以病防胃病之用，方子五味药即可。许阳把具体配伍告诉徐元，徐元点头之后就去开方了。丁师姐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悻悻然地说，治这种辩证很麻烦吧？许阳说，还好，伤寒论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讲物质之后怎么补救，医生辩证本就不易，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用药试一试才知道病因，更何况病人隐藏信息，我们就更难了。丁师姐面色稍霁，然后说，你不是没出错吗？许阳说，只是相关的经验多了一些罢了，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能遇上危急重症。哎，丁师姐顿时一愣。许阳看着丁师姐说，在我学医之初，我的老师就跟我说，针刺之法救急最快，您苦学针灸，难道不想治疗危急重症吗？难道不想在最危险最紧迫的时间内把病人抢救过来？丁师姐心脏顿时扑通扑通跳了起来。徐老师，不好了，急诊来垂危病人了。第519章针灸抢救。什么？丁师姐顿时一愣，然后愕然道，这该不会是你们安排好的吧？这种事情哪里有的安排？许阳话都没说完，直接往外跑了。其他人也快速跑着，连马上80岁的叶老都跑得飞快。丁师姐和月山愣了一愣，丁师姐最先跑上去，月山也紧随其后。一路上，丁师姐心脏跳得飞快，说实话，别看她毕业这么多年，又在海外漂泊这么多年，但她还真没遇上过垂危的重症。
他当然治过重病，但是急诊就很少遇见了，也基本不会让他来接受。到了垂危就更加不会了，在国外也一样。所以别看丁师姐从医几十年，这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呢。至于月山海，她就不提了。一路到了急诊大厅，那边已经有医生在了，一般的急重症他们也都能处理，但是一旦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那就要一定要许阳坐镇才可以的。许阳医生来了，大家让开让开，小医生在前面赶人。这些人真是到了哪儿都不忘记看热闹，围观的人散开一条路，许阳快速跑进去，匆忙问道，怎么回事？刚进去就见病人他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呕吐。许阳边跑边说，清散人群，不要围在外面影响抢救。这也不是第一次抢救患者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做，马上就有护士和保安过来把这些围观的人群给赶走了。今天急诊这边负责的是长发飘飘的男大夫荀无声，现在他们的急诊业务也还是刚刚开展，还没有规范好，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急诊医生，都是这些经验成熟的医生轮着来。荀无声急忙说道，是霍乱。中医病名的霍乱指的是突然发作，以上吐下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症，因发病急骤，剧烈吐泻，顷刻间即有挥霍缭乱之状，故名霍乱。这跟西医所说的霍乱不完全一样，西医所说的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甲类传染病，症状也是上吐下泻，有比较高的致死率。中医的霍乱是包括西医的霍乱的，但也不限于它，既包括着烈性传染病的霍乱，也包括一般夏秋间常见的急性胃肠炎。中医将胃肠中病理性内容物吐泻而出的叫湿霍乱。一是腹胀脚痛烦躁闷乱想吐吐不出，欲泻又泻不下的叫肝霍乱，或称脚肠痧。但是眼前这个病人情况非常严重，可不是一般的胃肠道疾病。许阳刚一照面就看出来的，这人的面容上已经存了死气了。许阳快速上前问，怎么样？荀无声呼吸粗重，摇了摇头，没脉了。许阳脸上倏的一下就凝滞住了，他在看那个病人，嘴角还在往下流着呕吐物，病床也进出了粪便液体，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排便了。许阳再度审视病人，病人已经气息奄奄了，怎么这么严重才送医院？许阳忍不住来了这么一句。荀无声看后面站着的一个已经慌了神的中年妇女，还有一个面容粗糙黝黑的男人。我，中年妇女慌乱极了，结结巴巴道，我们看过病的，在村里医生拿过药的。许阳又回头看了一眼中年妇女，见对方的裤子破旧都磨平了，他身上穿着的还是十几年前款式的那种肥大的中学生校服，可能是他家孩子的。许阳皱了皱眉，要多少钱？哪里哪里交钱。中年妇女手上抓着个小塑料袋，袋子里面有一大卷的整整齐齐的现金，最外围是红色的100元，但是没进去几层，里面就是别的颜色了。中年女人涨红了脸说，不够，我再去。站在中年妇女旁边的黝黑男人也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沓现金，大概有个两三千的样子，他说，我还有，不够我再去取，我带了信用社的存折了，应该够了。中年妇女一时不知所措。许阳不再看他们了，就说，小张把病人家属带出去，然后赶紧办手续。是，护士赶紧过来带人了，门打开把病人家属送出去。丁师姐和月山也闯过人群钻进来了，两人刚进门见病人是这般模样，两人脑子当时就是轰的一下，说真的，他们真没治过这么严重的病人。丁师姐抬头愕然地看着许阳，还真有人敢把这么严重的病人送到中医这边来抢救啊，这都要死了呀。情况紧急，许阳根本顾不上丁师姐，匆忙检查之后，许阳忙道，荀无声，石宣放血。是，荀无声一个机灵，肾上腺迅速飙升，动作飞快，其他人也赶紧都动起来了，连设备的连设备，做监测的做监测。许阳继续检查，丁师姐在最初的震惊和稍许心慌之后也迅速镇定下来了，她从旁边的实习医生嘴里知道了病人的情况，也就赶紧上前了。许阳掰开患者的嘴巴，其舌红带有紫色，牙龈上也有紫色。许阳举起了患者的手上，他的指甲上也出现了紫色。许阳眉头皱得紧紧的，还真是够严重的。许阳用手指掐了掐他紫色的指甲，幸好掐上之后还能出现泛白之色。石宣放血，
荀无声拿上三棱针，叫上旁边的年轻中医一起操作。很快，石轩放血完成，但是患者的症状并没有减轻多少，还是气息奄奄，嘴角突出污秽。许阳皱了皱眉，要不针刺尺泽，尾中的子落处放血。后面响起了丁师姐的声音，许阳双眼一抖，立刻道：“马上子落处放血。”这些医生立刻依言操作。丁师姐此刻大气也不敢出，眼睛紧紧盯着病人。她沉吟一会儿说：“针刺水沟和中脘。”顿了一顿，她又补充道：“要不让我来吧。”许阳回头看她，丁师姐也在看许阳。许阳对她点点头：“好，小荀，拿个针灸包给丁医生。”荀无声立刻递过来。丁师姐深吸一口气，上前抢救。月山在后面紧张地看着。叶老也站在门边上，看着丁师姐用针灸抢救。虽然这是丁师姐第一次抢救垂危病人，但是终于女针王的名号不是虚得的。丁师姐立刻用了浑身解数，用强刺激来抢救病人。病房内众人不敢大声喘气。随着丁师姐的施针，稍顷之后，就听见病床上传来低声呻吟：“啊啊，疼！”房内众人狂喜：“哎呀，醒了！”月山差点没跳起来了，丁师姐脸上也浮现了喜色。再过十来分钟，病人消失的两脉慢慢也浮现出来了。最危险最吓人的阶段过去了，许阳也松了一口气。叶老微微颔首：“老怀大慰，此二子皆累我啊。”第520章谁套路谁。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了，送离了急诊，只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所以转去隔离病房严格监控了。在救完人之后，丁师姐在原地茫然了好一会儿。她是一个非常专业，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针灸师。虽然刚才情况非常危险，但她也仅仅只是施针了这么一会儿时间，完全算不上累，尤其她还这么年轻。但不知道为什么，丁师姐感觉自己像是被抽走了一多半的力气。她觉得很累，但是在这种疲累之中，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冲动，这种奇妙的感觉让他呆在原地争冲了好一会儿。许阳看看他的样子，微微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第一次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丁师姐回头看许阳，许阳却已经从丁师姐身旁错身而过了。他还要给病人开方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门诊那边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丁师姐看了看许阳的背影，有些奇怪地说道：“这人怎么老气横秋的呢？他是治过很多这样的病吗？”月山在一旁感慨地说道：“许医生啊，还真的治过很多危重症，这家明星分院啊，其实是以许阳医生为核心的。”丁师姐奇怪地说：“不是说是高老来筹建的吗？”月山笑着说：“高老在 BZ 不能筹建吗？非得跑到这么偏远的县城里来，高老就是为了许阳来的。”丁师姐又回头看许阳：“其实吧，丁医生想做的纯粹的中医院，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我们能做到的，是您在国外做不到的。”杜月明也走了过来，手上拿着一个文件袋。哦，丁师姐有些讶异，看看这个。杜月明从文件袋里面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文件，递给了丁师姐。丁师姐接过来看，杜月明说：“这是我们明星分院的介绍，包括相关的部门构成、医生专家的数量和配比。哦，后面附的典型医案还有相关的数据分析都是绝对真实的，您可以慢慢看。”顿了一顿，杜月明又补充道：“这个材料是我去上面领导做汇报用的，你详细看看，有需要我给你解释的尽管说，这材料我讲过上百遍，熟得很。”月山眼睛都瞪大了：“你是跟多少个领导汇报过啊？”然后杜月明自己又琢磨了一下，说：“这次这个针灸急救也可以加进去，以后着重跟领导汇报针灸科的建设的事情，尤其要在我们急诊这边加入水平很高的针灸师。”嗯，杜月明眯起了眼睛，又开始构思这个了，掏出随身带着的小本本，又在安排怎么跟多少领导做汇报了。而丁师姐在翻看了一会儿之后，有些震惊道：“这都是真的吗？”杜月明道：“那我还能糊弄领导去吗？你要是再不信，还可以去查阅档案，这里也有病人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就当作是我们医院的回访了。”丁师姐默然了，因为她发现她在海外弄的那个诊所真的做不到，不只是实力做不到，更是政策上也做不到，他们是被逼着走上纯中医道路的。
而许阳他们却是强行逆着大浪潮选择了这条路，而他们的政策支持也是自己这些人在国外所拿不到的。丁师姐不禁苦笑起来，之前她还信心满满的来上货，现在是真的被许阳他们给上了一课。枉她之前还嘲笑国内没有真的中医院，现在才知道是她自己无知了。丁师姐放下手上的资料，她环顾四周，感慨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中医院啊。杜月明微微一笑，月山更是扬起了大大的笑脸。叶老骄傲地抬起了头。丁师姐问杜月明，杜院长，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看看贵院的医案档案？杜月明大方道，当然可以，不过在查阅档案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您的工资待遇问题。月山顿时面露喜色，丁师姐却看着杜月明道，哎，我可没说要加入你们啊。杜月明稍稍一愣，月山却是先急了，哎，师姐你可不能赖账啊，咱们得要讲点信用啊，愿赌服输，前面你可没比过许阳医生啊。丁师姐瞪他一眼，要你多事。月山顿时委屈巴巴的想了一想，丁师姐突然盯着月山道，好啊，你早就知道许阳厉害，故意不跟我说清楚，好让我栽在这里的是吧，你套路我月山。哎，我月山急着想解释，可话都说不清。闭嘴吧渣男。丁师姐又是一顿喷，月山脸都绿了。丁师姐看看杜月明，又看着月山冷哼一声说，等这个病人治好再说吧。然后丁师姐又对着月山轻轻哼了一下，扬起脸扭头就走，又对月山甩下一句，别跟着我。月山脸色难看极了，用手捂着脑袋，嘴里直念道，完了完了，白费心思，还被他看穿了，太尴尬了，还惹他不高兴了，看来他还是得走。杜月明无语地看着月山说，我说月老弟，我说你怎么对女人的心一点都不懂呢？啊，月山愣了一愣。杜月明说，那你之前的那个媳妇怎么跟你好上的？月山说，相亲啊。杜月明一时无语，然后说，你是喜欢丁医生吧？月山立刻不好意思了，我哪有。杜月明摇摇头，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了，哎，丁医生没结婚吗？月山说，他倒没有，之前倒是有对象的。杜月明问，那现在呢？你问了吗？现在没有的。月山摇头。丁师姐突然在门口探过头来，我结婚了。月山当时就傻眼了，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丁师姐对着他笑了笑，挑了挑眉说，以后喽。然后丁师姐侧过头，这回真走了。什么意思？他不是说他没对象吗？月山还问杜月明呢。杜月明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头猪。月山苦恼地抓抓头，这叫个什么事儿啊，他到底有对象没有？昨天我还帮他搬了八大箱行李呢，累得要命，完了，看来没两天又要走了，我还套路他，结果还被他发现了，全完了。杜月明打断道，等会儿，八大箱行李？月山点点头，对啊，我昨天把后座放倒了才勉强装下的。杜月明又问，那他本来打算待多久啊？月山愣了愣，没说，估计一个多礼拜了不起了吧。杜月明抿着嘴不说话了。月山还问，怎么了？杜月明无语地笑了笑说，嗨，谁套路谁啊，月老弟珍重吧。哈，月山还是没听懂。